家汤圆节今天在台北登场。那么上午呢，有上千人绑汤圆，将全台湾最大的汤圆气球升空，带您一起来看看美丽的画面。全台最大的汤圆绑着红汤圆和白汤圆升空了，上面写满了民众的愿望。民众期盼2012年也是一个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的一年。事实上，客家人在每一年有吃汤圆的风俗和习惯，借着吃汤圆，圆圆满满，大家团圆。我们办了一个最有客家特色的客家的汤圆节，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呢，来介绍、来推广我们的客家的有客家特色的客家美食。客家汤圆节还有大汤圆、小汤圆、咸汤圆，还有甜汤圆、紫米汤圆、芋头汤圆等等各种不同口味的汤圆的料理比赛，有业余组还有职业组的比赛，在现场还有汤圆百年风华特展，活动非常的丰富。